一生人发生过咁多事，值得回味嘅有几多？你有冇听过有人话，只要喺黄昏嘅时候采摘一种花，佢嘅香气可以带引你去见到一个你想见嘅人噶？香水会过期，记忆又会变质，被记录下来嘅事有几多系真实？争个结局未写完，仲有一个人要见。